我出来上班你都没给我哈子钱，我挣了这么多哈子钱，他都没给我哈子钱，他现在还要我出我们的生活费，我凭啥子要出来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琪儿娃。前两天我收的鸭子那些都卖完了，然后今天呢收点不一样的，去收点看看有没有土鸡的，收点回去走。这一般的自己好多星期呢，那会儿换闸机都不用清理了。我不收东西，收土鸡。我去看哈，我才晓得价格好多噻。也都30多，我们店是啷个的？我的还没涨得大，又是几个？30多？哦，还没涨得大嘛，就算了嘛。我那是有15个。不过你土鸡没多。啊？咋子都不喂鸡呀、啊？你们？哎呀，我没喂喂好的。哈哈哈，咋子做不出粮食啊？问题是做不出粮食了，你喂多了也不得行了。嗯，是的。啊，你要挑，你也挑不起荤。哎呀，还是恼火了，我们这号人。这个不够，刚刚我走那个叔叔的，这会儿去看鸡啊，我觉得点都不老实，为啥子？因为那个说是老鸡，然后他妈在这边说，这哪是老鸡，这是子鸡。哎，我觉得人与人之间还是要多一点真诚。好，走，回鸡了。多少斤呢？5斤左右。你觉得你是不是很累嘛？我不对，你对，对呀、啊。我说你是不是觉得你很累嘛？我惹不起，我多得起，我跟你说嘛，老子惹不起你个多，我稀奇的。我妈看到我卖鸭子，卖了几十个鸭子，挣了几百块钱哈。那就见缝涨，要喊我给他涨工资。我说的，前两个月先开了2000块钱。后面如果我挣得多了，我就给你多涨点儿，是不是？好，这样回来，好多天嘛，半个月都没得，喊我给他涨工资，喊我给他涨工资，好，狮子大开口，涨了4000块钱一个月，我觉得，你，我说起都是一把心酸一把泪啊。好，这都不说了哈。还有我妹儿不是这季度输一个月了吗？好，生活费喊我转给她哈，喊我先转给她哈，我昨天晚上转给她去了，我就喊她把生活费给我，她说她不给我，生活费给我出，你觉得该不该我出？我妹儿读书，生活费我出，说出去像话吗？那是我生的女儿吗？我想问啊，那是不是我生的女儿嘛？你是外人的嘛？生活费这个东西就该他们出哈，该我出的我出。平常我妹儿要买啥子，她都找我，因为她找我妈那会儿，她晓得她不得给她买的。比如说生活用品啊，她想吃啥子东西啊，我妹儿都找我，而且平常我妹儿也要找我拿点零花钱，我都会给她的。好，生活费我就问，我凭啥子出的我生活费？又不是我生的女儿。不是我生的，我该出凭啥子噻？喂，我妹儿以后我妹儿工作啊，是不是要供我嘛？挣钱来供我嘛，是不是？只有你儿子享受得到，我享受不到的。你享受不到，你说我妈那会儿不是没有挣钱，是不是？我每个月开了工资哈，我老汉儿每天都出去干活路，又不是没有挣钱。
还要喊我出这个生活费。你爱住不住不住哪了？那是你找你的城中去打工噻，你急噻你，你找4500一个月，你急噻你。你急嘛，你接好，你接，该你接好。我跟你们说哈，我读高中毕业，16岁就毕业了，读的职高，好，要毕业的时候就不给我生活费了，一天一个星期100块钱都不给。后面我就自己在学校买点东西挣生活费，出来我根本就没问到他们要过一分钱。好，这下子你来喊我出我妹的生活费，我凭啥子出噻？我本来就跟你出来，凭啥子跟我出噻？本来就是你自己都没有我读书，你我出来上班你都没给过我啥子钱，我挣了这么多啥子钱，那都没给过我啥子钱，那现在还要我出我妹的生活费，我凭啥子要出噻？你挣了钱，你把利用你的，我没生意，我没你没得没得，你什么都不要不敢卖，你安公的钱。我是觉得我该出的钱我出，那不该我出的钱我凭啥子出嘛？你随便拿回，你随便喊好多人说，那个生活费该不该我出？你说的啥子呗？我就不出。你就不出算，你能干你不出，你管，你能干，你挣得到你可以利用，你该享受，你是从这个死洞口子钻出来的，没得底没得马在晓得不嘛？我又不是喊你别跟我一起，我开你工资，只是你师傅大开口而已。我妈觉得他拿的恁多工资不值，前两个月开了2000块钱一个月，后面慢慢给他攒成3000。好，那不干，你起早贪黑的就这两天。算了，没意思，真没意思。